汤普森现在跟你差不多了，有时候投球会进，有时候投球直接飞到板后面，那算强，那一定是强啊，也算强，看人。哎，郭董，你是不是要再多一个外号叫庄董？不能讨论哦，干，你没当过总统，还不整天在靠背，对不对，发仔？Cheers！ 以后没有加入勾二帮都不能聊勾二。当然，对啊，你不是直属捍卫队，你跟我唧唧歪歪什么？不过发仔，你自己注意点的，勾二帮鬼东就是勾二帮，鬼东有加入鬼会东是员，勾二帮，鬼东有加入会员哦。鬼东现在是勾二帮这边一个勾二帮，然后一个你这个成吉思汗死忠管粉，乱讲。水好深哦，过没几天一定又有一个人去买连线衣的东西。那个很有可能是恢复哎，敢真假？鬼东是勾二帮啊，你是那个你是成吉思汗，哇操，都要选一边站哦。哈，我那是成吉思汗。我记得他之前不知道哪一天，你还是跟我说，我们阿管我们那个在卖帆布鞋，发展要不要买一双啊？哇，好有品质哦。当然。那你还连帆布鞋他妈也要买，不知道是啥鞋。哎，我们阿管还有出袜子，没一直一直没唧唧歪歪。我不得不说，双面刀鬼就是鬼东，鬼东好像还有买阿管的东西，说很好用，他什么都有买。你鬼东是双面刀鬼东是有买成吉思汗的东西，又有加入勾二帮哦，他是双面刀鬼啊，好扯。鬼东胖老爹赚那么多，靠腰鬼东不是鸡隆东啊。很好。